啊，原来还没开始串流，想说怎么没观众啊？哎呀，原来没有点下去串流啊！我想说哎不会吧，呀，马上过气了，没观众了。完了！双刀有没有比较好的配装我没在玩双刀，我不知道。啊？啊，需要配装啊，不就腾龙穿一穿，四你说套万腾用龙吗？啊？对啊，万用腾龙装。它是什么效果啊？腾龙吗？对啊，有降有攻击，就他衣服本身带降，然衣服后本身就适合打伤害啦，近战伤害那些。可是这样，它的插槽够你可以看我衣服吗？你可以看我衣服吗？强化防御吗？我看一下，可以看我啊！你可以看我啊！看你也可一以看下，我啊！我要怎么看呢？我要怎么就看呢？ESC，然后空白两下。高眼灯是要做一把装弓备，啊？我还有更贼吗？没有看一下我要怎么这个吧，不是哎，这个，他珊瑚主要这是也打是人不椅是啦。不能做武器啊？成员到这里，哦，他双是你要回来装备我要怎么回去啊？ESC，然后按 N，然后点。Shift，然后点到下面的调查据点。我可以插在槽也 Nono 蛮直多播吗？不行的，插槽蛮多的。那去看 Nono 看音乐节课的啊。对啊，叫我可以换来看平台，给我钱啊！想入不要想，不换。皇后小刀。腾龙还不错，你的可是现画在质。腾龙不是打不，现在没法打吗？要等级倍出。对啊，现在不行啊。要等早级安，倍。之后如果他有复刻再说吧。我的画质很糊呀。而且如果我要玩长枪的话，腾龙又没有防御强化，他没有防御性能强化，不适合我用。利刃弹丸节约，忘记利刃什么意思了。哦，锋利。钢融的。有没有在玩双刀的？可以指教一下吗？怎么配装？或武器拿哪一个比较好？武器不要拿最好。说空手啊，斗殴，使用斗殴，使用斗殴直接扁，直接开扁，爆，上礼拜买了粉丝团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加入啊。等我白斩吗？没有。好了，直接弄到你的升级版的了。你看好。什么升级版？他的岛那个阿公啊，最终版的。哦。都不会玩啊。随从装备要做吗？不用啊。如果你单人玩的话，你多少做一下会比较好。但是你都是跟大家一起玩，那其实就还好。哦。装姐。浮空猫的衣服好可爱，我要做。我不跟你讲说浮空的都很好看，对，都蓬蓬的啊。岩飞龙的尖角，我的猫好可爱呀！云飞是毅力，来做明灯好了，做明灯，明灯的，你会去做工匠 mod 啊？是 mod 哦，
来了，请客喽！感谢感谢，耶、yeah, ！吃饭，我只有工匠，还有炼金师哦，应有尽有，还有船长哦。不是啊，你问说怎么会有工匠，你不觉得说为什么我是二 B 吗？有些才是奇怪的点吗？为什么的样子是长这样？他说搞不好、啊、那个魔物有跟二 B 合作啊。今天没有冰与火，今天暂停一天，暂停是。我今天有火龙啦，但没有冰，没有冰龙啦。有啦，冰龙飘啦，之后啦。风飘啊。对，风票也是啊，是。那我们就先打冰与火吧。嗯。天哪，飞人龙也好可爱啊！快啦！你到底要怎样啦、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打什么哎、欸。没有，是主线啊。你看，是要先跑主线，还是要先凑一套可以用的装、啊？先刷装吧，我被打好痛啊！看你要刷哪一套啊？我看一下。这个你去搜寻什么四 F 就有啦、啊，就是四楼集会所就可以把一二三楼的东有用的 NPC 搬上来，像这个是直升研究所。不过有小 bug 哦，做某些装备会断线，现在还会吗？我记得还是会。哦，不要做。我记得最容易的话，恐爆吧，恐爆的，对吧、啊？谁家的猫咪在这里抖动？嗯，疯狂抽动，抽蓄中，笑你妈逼，滚边去！哦，好，我走。好帅的猫，我这一只。他在做装备啊，人怎么不就是在做装备啦？快！那只猫在抽动，然后还骂人说笑你妈逼。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做哪套。啊，下位就是穿比较厚的而已啊。你就看哪一件防御高就做哪一套啊。哦、那我要做浮空龙的。嗯哼，他看起来比较可爱啦。那就来去打浮空龙啊。打浮空龙啊。好，哎，毕竟还是喜欢可爱的东西。你看有没有调查、啊？好。调查哦。调查还承接新任务。我有哎、欸，要吗？我哈、啊，我不要上位还是下位啊？下位。走啊走啊，他等级可以进得去吗？可以啊，就下位吧。他打过、啊、HR6， 他打过。HR6 还选？要他 HR7 可以。来，出花。调查队和将。对啊，是莫德啊。参加任务。喂，好，一二三楼，好累哦。问。叫人要那个参加任务，哎、欸，奶绿你有玩哦？就点招待员，然后有个参加任务啊，然后再调查。我怎么死定从来没看你玩过啊？那个其实他是关闭人家的观看，所以他结果也是999等的大佬，有没有？不可能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玩这个。这个太浓了。准备 OK， 我要怎么准备 OK？ Paper 空白。啊。叫我完工。酱油叫我完工。我走了。团团，我们需要你。他在开台了。可恶。我前几个礼拜买的。啊，该不会跟饼干他们一起玩的吧？最近看饼干有玩啊，我要偷一点东西，好，我要来捡东西。走喽，爪痕，应该在那个吧？啊，还是我在练，我在试。哦，好，你是不是蓄谋打我们很久了？是 啊，怎么不是说按 R 加那个吗？要回看 Iceborne 吗？要等出啊！现在是带新手，之后等啊，等 DLC， 等 Iceborne 出应该都会回去玩吧？嗯，啊，
主要是 PC 版的还没出，所以没法多。啊，我应该直接溜滑梯下去哦。忘记那边有溜滑梯啊。玩啊！哎、欸，酱油教我玩啊。那边没有吗？我刚走过去，可是我就没看到东西啊。是目前会玩的呢。嗯。干，你都拿弓拿了几个小时了，你不会玩？我是从来没拿过弓哎、欸。啊，我是那啥，我是老浮空是不是啊？在这里啦，在上面啦、啊，在我这儿啊。为什么？太高了吧？怎么在这种地方、啊？在我这儿啊。因为我以为是在正常的地方出现，没有。然后怎么打？扛错。酱油怎么打啦？我是扛错，然后加上 B 看他的位置。然后再左右。走喽！怎么在上面啊？啊，怎么滑步啊？站的位置很烂。就空白键吧。空白哪？不是啊。你要那个呀、啊？你要先那个瞄准，按着 V， 然后才可以滑。根本不用哦，我会了。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啊，在哪里啊？我在上面了。白痴哦！他们在哪里打呀？没体力啊！底下，楼下。嗯。跳过头啦！砰砰砰砰砰砰砰！哎呦！你很不会玩弓，我也不会玩弓啊，没关系。我在问那个拿弓拿一个多小时的，还不会啊，好几个小时还不会玩的那一位。哎呦，我需要团团，团团你在哪？团团你不是拿弓吗？你要学着、啊、你要靠别人呐、啊！你在干，我叫你玩别的武器了哦。对，你要学着长大、啊。我在长大了，我在长大了。哦。哎、欸，我搞不好很射，你射我干嘛？啊，射错，换成谁？是玩的比你好，你生气？你说？他很生气。好生气啊！他说你的伤害为什么可以比我高？为什么你的伤害比我高？哎、欸，捕捉吗？不是可以直接抓吗？我也知道直接打、欸，我说要不要抓，不要怕他抓装备，好像可以直接打。哦、要抓吗？我这边没带啦，我有啦，可以。没有，可以直接打。我有啊，我是有带，我是有啊。弓比较吃体力，这我知道、啊，我没有带强什么。要什么药？抢走药。走上去啊！好问题 ，Good question。好像从这边爬吧。他叫我下去，这好像直接……他是回到上面的营地？不可能啊！对啊，他的家是在底下，不是吗？对啊。他是不是要飞两趟啊？他等下要飞回来的，我觉得啦。好好，你们去。那我先我去打风飘龙，风飘龙正好在旁边。厉害！厉害！这把哥不用 R 加左键。R 加左键是什么？哦，咬我！阿加左键不是龙剑士还是什么的啊？哎呦，没想到。没有哎、欸，我的阿加左键，我不懂。我、哦、被打正是宇宙痛哎、欸！哎呦，不打，你在打工不用阿加左键。好听，走路好规则。不用前期啊，我已经毕业了，好吗？直接讲后期的东西。对，讲后期就好了啊。你不用支援我前期，因为我已经毕业很久了，我只是从来没有拿过工而已。啊，哪有？对，阿加佐就是什么？是阿加佐？哪有痛？还是阿加右？阿加右键吧。
这个吗？哪有？他从地板画一圈，然后起来，然后射。我捕捉，我捕捉。对啊，我的右上也只有 R 或 R 加右键呐、啊。哦，这个、哦。我捕捉喽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 R 加右啦。我抓喽。好抓。好抓，你抓。我抓喽。听到 Hello， 有听到我讲话吗？啊。的 RH 160了。还只会用那你看起来不用过去挖了吧、欸、不用啊，不用。我的 HR 多少啊，可以看到吗？现在要出去看。好，我 HR 应该有300多啦。哦，100多200多吧，忘了。我们应该都是一两百吧。嗯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欸，我怎么感觉抽奖一堆一等的啊，好可怕哦。抽出来了吗？还没啊，就是一堆一等的。没有，我问这个问题是我还没去抽，等我啊。哦，好，你要过去抽。嗯，我过去抽。多少 HR？ 你373，我255，喝龙太将。云月132，你们是后来还要再继续玩就没有啦、啊？对啊，云月之后就没玩了。云月跟小雨都跑了。嗯。因为浪灰就打得有点腻，我就没有继续。对啊、嗯，我就没有继续打、啊。野子系就可以了。哦，对耶，三七四。哦，主要是之前在刷那个啦，黑角龙大小金啊，刷半天，金用钱多，所以这把不需要靠大招，普攻就好。晚点再继续接哦。接啊，这样有那个做好整套再跟我们讲。哦，好，那我先看一下。跟我们说，护食是什么？挨打比较痛吧？你我不是教你怎么看吗？你不是按 tape 还按什么可以看到吗？护食，可是它是刚出现的耶。他刚刚、哦、那也可以做啊，刚会做护食吧、哦，可以做体力护食。嗯，听成后食，后食不是宝可梦还是什么阿狗鬼的才有的后食？对啊，有没有后脂肪还是什么？后脂肪啊，就火跟冰的伤害减半。大小金建议用血量 mod， 不用了，我已经刷到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刷到很久才有出这个 mod， 猎人比。看啊，大小，哦，哇，你全部都刷到大小、啊，又一个没有啊？我记得是什么？我没有认真刷、欸，炎飞吧，炎飞就小金没刷到，可是就是新的古龙种不算在内啊，只有拿到那个成就了，贝西摩斯，啊，你要给你们看这个，我刷最多的就是这只龙。大熊彩龙209次，好无聊，无聊就去虐虐他。每次都去打大熊彩，对吧、啊？冰岛 ice bomb ice bomb 一次 ice bomb PC 版还没出啦，等 PC 版出，我是有看过了，看过一部分的。哎、欸，是参加吗？嗯，参加，要、欸、开始了。对啊，一堆一等账号，不知道什么新的客群。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吃饭。我马被打崩。打崩是什么？假崩。哇，你讲话都开始有电子音了呢，很酷呢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。我是觉得你的 C， 你是不是 CPU 超载？你是不是不适合玩这个啊？我是不是受不了、啊？哎、欸。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是觉得你 CPU 超载了，你是不是又开了其他游戏？对，我忘了关。剑三嘛，还剑三啊，还带打、啊，还偷练啊，还带练啊。你要不要先去关啊？抓包，他现在是，我刚刚发现我挂太久，被地图踢出去了，所以我要等他跑图、啊、跑完才能关。哇。不能强制关闭啊！
好像就是关闭，怕他那个啊卡住。哦，卡住那就不干你的，不干你的事啊。那不是你的账号，没关系啦。对啊，没关系啦。对啊，没关系啦。如果卡住就跟他讲说啊，那个是系统出错，不是你的问题啊。欸，太扯了吧？还可以玩别的游戏。重点是我剑商还开两个。对啊。哇。还怪别人。我的错。真是很夸张。对，他自动导向把我打到后面去。他是等下飞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照理来说应该是会在底下的那个位置啊。他现在在底下那里啊。对啊，之前应该都是在那个位置，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在上面啊。是太久没玩吗？调查变好低哦。调查不会降吧？可是我当时看我调查都是满的，就是按 M 之后那些所有都是几乎满的，还是要减三次啊。在乱倒了，他在底下没有，现在是在底下没有。就是、他是不是要飞上去了？他是不是要飞上去了？他是不是飞走了？ 他是不是飞走了？飞上来，飞上来了。给，我才跑到一半，他飞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他去那个了，很多很多酸翼龙的地方了。嗯，走走走走走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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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小，到这里。啥耶？我看到他了，看到他了！你就下来啊！我说，你就下来啊！